29日，拉宾出席了 VMA 颁奖典礼，并表演了先行曲《Pink Venom》的特别舞台，并凭借手游 PUBG 的游戏内演唱会《The Virtual》获得了最佳原界表演奖。成员 Lisa 凭借2021年9月发表的个人专辑《La Lisa》获得 Best K-pop Song 奖项。拉宾实现了双冠王，创造了历史。当 Lisa 获奖时，全世界的粉丝们激动得难以置信，在一众实力提名中脱颖而出。没有人比 BLACKPINK 的其他成员更为他的胜利感到兴奋。当 Lisa 被宣布为获奖者时，全们都为他欢呼。在 Lisa 发表获奖感言时， Lisa 说，首先感谢 Teddy 欧巴、 BLACKPINK 的制作人时，可以看到成员们眼里含着爱意，笑着鼓掌。 Jenny 还展示了在 La Lisa 中的标志性 L 动作。当 Lisa 感谢 Blink 帮助她获得奖项时， Jenny 似乎被情绪和自豪感所征服，似乎都要哭了。最后 Lisa 转身到其他成员坐的地方，挥手并用韩语喊他们时，成员们都比爱心、送飞吻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让我们再次恭喜 BLACKPINK 爱豆韩社。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